大家好，我是达摩院算法同学徐海洋。现在进入 5G 时代，海量的多模态信息涌入了我们的生活。大规模多模态技术当前处于一个黄金的发展时期，在学术界和工业界都有非常多的应用场景，比如跨模态搜索、视觉问答和多模态内容生成等。其中，衡量多模态技术一个最权威的挑战赛和标准任务就是视觉问答。视觉问答一直被当作验证多模态内容理解算法的试金石。什么是多模态问答？多模态问答就是给定一张图片和关于图片的一个自然语言的问题。AI 能够同时的结合图片和文本的多模态信息进行综合的推理，最终能给出一个准确的自然语言答案。首先，让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在 Motoscope 上快速体验，来应用我们这个多模态的视觉问答的模型。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输入一张图片和我们想要模型回答的问题，然后模型可以自动的推理出图片和问题。这是我们模型生成的一些 case，可以看出我们的模型具有很强的多模态理解和生成的能力，可以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的视觉问答的模型主要是基于我们自研的 mPlug 模型。mPlug 模型采用模块化的多流的 transformer encoder decoder 结构，它能够统一多模态理解和生成。可以灵活地拆拔不同的模块进行 fine tune 和 continue train 等层次化的应用场景，然后针对模态对齐，我们提出了一个融合的新方式来解决图像特征序列过长导致的这种效率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最后，我们也将我们的 mPlug 和现有的一些最好的模型进行对比，包括谷歌的 SimVM、微软的 Vellmo 等。可以看出，我们的模型在 VQA 的数据集上都好于目前的 SOTA 的模型。通过我们的模型，可以对不同的模态的图文进行问答。欢迎大家在 Motoscope 平台上进行体验和使用。下面我带大家在 Motoscope 上体验我们的视觉问答模型。首先，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上，可以有两个入口，第一个可以在多模态的标签栏选择视觉问答这个入口，另外一个可以在搜索栏直接搜索视觉问答，然后这样就可以搜到我们的模型。下面我们点开我们的视觉问答的模型，mPlug 英文视觉问答模型。在网站的右侧有一个我们在线体验的 demo，我们可以上传一张图片，比如这张图片，然后我们也可以输入我们想要模型回答的问题，比如 "What's growing on the plant？" 然后我们执行测试，然后模型就会给出预测的答案 "money"，其实是跟这个问题是匹配的。